学，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，即转变差别，即诵第三首，修广大佛众生，住故世界海成然境界转变。啊，前面第二句啊，是讲染物众生，啊，住在这个地区啊，都是染物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海呢，也就变成染物界了。这一句这里头有修佛的众生，修广大佛的众生住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慢慢开始转变了，啊，就是有染有净了。前面这一条是纯染没有净啊，那还得了吗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，说这个染物众生他所居住的这个刹土，这个刹土完全是染物的，劫难自然就显现了，啊，劫难是果报啊。清凉说了几句啊，这个是这个经后面的啊，第七十二卷有这么一段话啊，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提出来，众生相杀害互相的残杀，互相的伤害。我们想想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是不是这样的，啊，杀业太重了，窃盗纵淫逸，窃盗的范围非常之广，凡是不义、不正当、不应该得到的，啊，你用任何的方式、任何的手段取得，都叫做偷盗。啊，那么现在诸位知道，全世界许多地方啊，这个贪污很严重，贪污属于偷盗，啊，严重的偷盗啊，啊，你不应该得到的，你以你的权势，人家不能不巴结你，啊，不能不送财物给你，不送财物给你，你给他种种不方便。这些例子太多了，举不胜举啊！啊，现在是无论是中国外国，啊，你也懂得送一点贿赂，好办事情很容易啊！啊，没有一点小的贿赂的时候，他就给你不方便了。啊，许多地区严重的染污啊，纵淫逸，这个现象到处都能看到。
啊，你走上街头，你看看外面那些招贴，贴的是什么？啊，在古时候啊，这些现象啊，叫什么？叫地狱相现前。啊，人道，你看看从前古时候古人画的这画人物，衣冠整齐啊！啊，什么人不穿衣服呢？地狱道众生没有衣服。你看那个地狱变相图，啊，身上没有衣着的地狱众生呐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街头巷尾啊，到处看到的招贴的是地狱众生呐。啊，许多人还乐此不疲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啊，粮食不食语，啊，调拨建立，啊，张家长李家短。啊，喜欢说这些话，造严重的口业，无意粗恶言，说话很粗鲁，违背义理呀，贪爱他财物，啊，总想方法去占有。啊，去侵犯，去夺取，诚会怀毒心呐！啊，嫉妒，诚会障碍别人。邪见不善行，啊，知见不正呐。行为自然就不善了，命中堕恶道啊！啊，决定堕三途啊！一世等众生，愚痴所复辟，住于颠倒见。啊，这些众生为什么造这种恶业呢？愚痴。为什么会愚痴呢？没人教他，啊，父母没教，啊，老师尊长没有教，啊，社会大众也没有教，啊，现在可以说是你的父母尊长师长社会大众所教的都是恶业，教你怎么样搞贪嗔痴，啊，怎么样搞损人利己，他就要教你这些，从小就教你要竞争。啊，我常说，竞争在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。啊，现在战争如果一爆发，就世界末日。啊，很多宗教里面讲世界末日，我们佛法讲的小三灾。恶缘太强了，啊，正法没有办法抬头啊，啊，才抬头就被人压倒了。我们知道众生福薄，发若魔强啊，啊，应足不见道场，我是提
体会得很深呐、啊，它是很正确的。啊，你今天建立道场，这个里头的注重，如果是心行不善，这是什么道场？斗争道场。啊，果报是什么呢？阿鼻地狱。人人君子，心地慈悲呀、啊，怎么忍心干这种事情？啊，所以我们这边这个道场的建立，是此地居士们发心的、啊，啊，陈老居士啊。我们的事业楼最初是他买的，啊，过去我们是租借场所来讲经，啊，每一个星期、每一个月来一次，啊，讲五天，讲了一年多，啊，他常常来听经，听得很欢喜，啊，那么想到这个租金呢太贵了，啊，每个月港币大概要十几万。啊，一年我们也付了100多万了、啊，啊，所以想到的时候，买个地方，那么正好这个地方要卖，啊，听说是500多万买下来的，啊，好，很好啊，啊，那么以后又有一个居士买了9楼，啊，9楼产权是属于他自己的。他借给我们用，啊，象征性的租1年1块钱，啊，他保持保有产权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们非常希望这样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做得好，他供养菩萨了；做得不好，他收回去。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护法居士啊，他有所有权，啊，我们这些道场的时候有使用权，这叫真供养，这是真智慧啊！啊，把这个产权全捐出来之后了，这个世间人一看到这个财物的时候，他就动心了。他就在里头要搞权搞利了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他这个道场就变成地狱场了，啊，他在这搞什么呢？他在搞阿鼻地狱，啊，大德长者啊，把这个自己的地方提供出来给佛法的使用。这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啊！我们在许多经典，像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经》，都是奇树借孤独园讲的啊。奇树借孤独园那个故事，你们大家都知道啊。乞头太子、借孤独长者啊，是他们两个人的财产呐、啊。啊，他们供养佛，供养佛。不是把这个道场捐出来给佛，不是的，请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，啊，他提供这个讲经的场所，啊，产权是属于他们的，使用权是释迦牟尼佛的，啊，所以出家人在这个地方不会起心动念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有主卧 啊，他不会起一念啊占有的念头，这个如法了。我很希望这样做法啊。舍楼这个居士
买出来也是供养这个常住啊，因为我很少在香港，我要常住在这边，我一定劝他啊，你借给我们用，我们也象征性啊，这个给你写租约啊，租约是一年期啊，一块钱啊，每一年呢换租约，你看我们做的不如法，你马上收回去。我们会很认真努力做啊，让你生欢喜心啊，你年年护持啊。啊，这样才如法。啊，所以出家了，你已经出了家了。啊，你再有一个家，错了啊，那你出的是什么家呢？啊，那我现在在香港，每一次香港来住的地方，陈老居士他私人的住宅啊，他有一个单位啊，这个是去年还是前年他买了一栋新的房子啊，他自己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住了啊，这个旧房子呢他也舍不得卖，因为他住了很多年了，对这个房子有感情啊，他也不愿意租，租的时候怕人家了把他这个房子糟蹋了啊，他很喜欢干净啊，所以他就借给我住。这个如法嘞啊，借给我住我不操心呢，他这个里面什么东西坏了他来修理呀，我不要管呐。如果他送给我了，我可麻烦了啊，这个里头还有什么租费呀，甚至于电话费水费呀，到时候我还去交，就麻烦透了啊。所以人要懂得啊，特别是修行人，万缘放下，处处做客不做主啊。啊，你有所有权，你有主，你很苦啊！啊，你操心呐、啊，做客人像住旅馆一样不操心啊！啊，所以说佛聪明啊，菩萨聪明啊，在这个虚空法界永远做客，永远不做主啊！所以出家人，我常常劝他。好好的修行啊，首先养成自己的德行，这非常重要啊，德行是弘法利生的根本啊，出家人需要，在家人也需要啊，在家人弘法利生要没有德行，他怎么能弘扬正法啊，没有正，没有德行，他来弘扬佛法，他是破坏佛法。啊，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，譬如狮子虫啊，还舍狮子肉啊。啊，那不是佛弟子，魔弟子啊。啊，在家居士弘法，要像李炳南老居士一样，啊，全心全力的奉献啊。啊，没有一丝毫占有啊，绝对没有私心，在家菩萨了，那不是普通人呐！啊，李老师一生是个公务员啊，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啊，那么他也是个老师啊，在当年在台中两个大学的教授啊，他的收入也很可观的 啊，生活一天两块钱
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，啊，其余多余的钱呢，全部都捐出来，做佛教慈善事业，带头干呐，啊，自己在道场也是义工头啊。我亲近他老人家10年了，我也在道场做了10年的义工啊，啊，所以我说老师是义工头啊，啊，处处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啊，所以他不仅是言教，他是身教啊。我们深受他德行的感化，啊，时间短了不能成就，啊，至少要1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亲近善知识，接受他的熏陶，啊，我们自己学这个学生，啊，细心观察，啊，认真的学习，啊，这学到了。啊，离开老师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啊，弘法利生，那个遭遇的困难很多，啊，折磨也很多，哎，我们都有智慧，啊，都从容处理，啊，自己不但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，反而是在得行。在智慧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有很多人不了解我对老师的情为什么那么深，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我看到啊，这个蛇楼给我一个房间，啊，我有这么一个房间呢，我的老师护法的像我都会挂在那边，啊，这个没有给我房间我没地方挂了，哎，给我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把老师的啊护法的像供养在这边，知恩报恩呐，啊！没有老师的教诲，我们哪有智慧？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跟人争？做不到的呀！啊，学了佛之后呢，哦，佛教给我们要忍让，看到老师做的榜样，哦，确确实实是这样的。啊，老师不但是教在经教上教我们，口头教我们，他真做到了。我们也学会了，原来忍让是占大便宜呀，啊！啊，真的，这个郑板桥常常写的写字啊，吃亏是福啊，难得糊涂啊！啊，我很喜欢他这8个字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人聪明不要外露，外露什么呢？那个嫉妒毁谤都来了，要装糊涂，难得糊涂是一点也不糊涂啊，吃亏是福，真的一点都不吃亏啊，大福德在后面啊，你要不肯吃亏啊，你要不装糊涂，你的境界不可能提升的，
你的福慧呀，不可能增长啊。古圣先贤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字字句句啊，金玉良言呐。啊，尤其是《华严经》，跟我们讲的“情与无情”同一体呀。啊，同源种质啊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、啊，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呐、啊。你看看我们跟一切众生那个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啊！但是六道众生、九法界众生、全小的这些善知识。把这个事实真相忘掉了啊！佛虽然说说了，也不相信啊。表面上好像是相信啊，实际上境界一现前呢，就吓得了，完全不相信啊！啊，所以什么人能信得过呢？法身菩萨了。啊，化身菩萨相信啊，化身化身菩萨以此为实啊，这真是 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华严经全经就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，总共呢讲三桩事情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这个世界成就，这是自然环境啊。下面华藏世界都是讲的我们环境啊，我们跟环境的关系啊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，这个就是人与各个不同法界众生的关系啊，我们简单讲天地鬼神，实际上讲呢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刹土众生的关系，这才是宇宙人生真相啊，华严经讲的是这个，你把这些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对人对事对物啊，你会有最恰当的那个用心，最恰当的行为，这个就是佛知佛见啊，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入佛之见啊，啊，入佛之见呢，那你就是佛，就是菩萨了。啊，那么这个转变，啊，你看看普贤菩萨跟我们说的，他有层次。啊，从五浊卧室说起，坐卧到极处啊，第二句讲的啊，第三句呢，这个里头就有劲了啊，这个世间人接受圣贤的教诲啊，他这是有道理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苦尽甘来啊，你受苦难呢、啊、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你才会醒悟过来你没有吃最大的苦头，跟你讲好话听不进去，受极大苦难之后你觉悟过来了，
凡是我们从历史上看，古今中外，真正有大成就的人，都是受吃苦难出来的。在中国，孔子、孟子，你看看他们的生平，少年都是孤苦伶仃的，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，母亲把他带大的，生活非常艰苦啊！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只看释迦牟尼佛出身很好啊，虽然出身很好，他表现给我们看，他真觉悟了，他把父给舍弃掉了啊，他过贫贱的生活啊，一生都不三一一步做榜样来给我们看啊。所以我们明白了，觉悟了，一定要像佛一样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舍掉啊，通通放下了啊，不但这个世间呢，我一样都得不到啊，包括的我的身体啊，身体也是我所，也不是我啊。为什么世间人贪生怕死呢？他以为身是我，所以对这个身就很执着啊。觉悟的人晓得，身不是我，我不是这个身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一件物品啊，就像这个衣服一样，这我所有的衣服啊，衣服脱掉丢掉不难过啊，知道它不是我啊。什么时候知道身不是我？这个身舍掉之后啊，也就像衣服丢掉一样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啊！你就得一点自在了啊！身上且随时可以舍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哪里会对身外之物有贪念呢？有执着呢？确定没有啊？如果对身外之物还有贪念，还有执着，这个人是凡夫。这个人学佛了，是一分一毫都没有欺辱。稍微有少许欺辱，哪里会有这个现象啊？所以苦尽甘来的人懂得修福了啊，有那么一点善心了啊，是修广大福众生诸苦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，这个广大福是人天福报啊，人天广大福令世界多染少尽啊，所以他先讲染啊，你看这个世界还成就染尽界转变啊，这个就是说无着卧室着卧到极处，这有一个转变。这个转变
是要受一点苦头的，啊，要受灾难。这个灾难之后，人心回过头来了，啊，向善，知道啊，修善福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圣人就出现了。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圣人呢？圣人来了没用啊，来你不听啊，你不相信啊，不但你不相信，你还要毁谤，你还要糟蹋他，还要侮辱他，甚至还要陷害他。啊，所以圣人来了是增长众生的造罪，造罪业的机缘，他不来了。啊，他在旁边也非常关怀，看着你造恶，看着你受报。啊，等你受报完了之后，哎，你回头了，啊，回心转意了，他就来了。他来教你啊，人应该怎么样做人。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动物，差别在哪里？给诸位说，就是教育啊。人能接受教育啊，在教学里面，他能开悟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，这是人呐。出生没有这个机会接受教育啊，畜生愚痴啊，他不开悟啊，啊，那畜生也有调教的，啊，马戏团里面那些畜生都有驯兽师啊，那个老师调教他了，啊，他也能听听这个调教的人的话。啊，听调教的，来表演节目，他不开悟啊！啊，人问他为什么会变成畜生呢？畜生前世也做过人呢。佛给我们讲了，令法，长道。啊，自己懂得一些道术，不肯传给别人啊，或者传给别人的时候啊，不能尽心，自己要留一手啊，怕别人将来超过自己，这样的心。多畜生道啊，愚痴啊，生生世世愚痴啊！啊，所以我在过去，啊，在台湾的时候，李老师已经往生了。啊，台湾这些老朋友呢，还是有往来，他们有时候印的书的时候啊，也都送给我看。我一翻后面版权页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我大概说了有十几次，我说这八个字就是将来你堕恶道的证据，阎罗王判刑的时候这证据
这是什么呢？令罚啊，令罚得什么果报呢？愚痴果报，愚痴在畜生道。为什么干这个？这个佛法是好事啊，所以佛法要流通啊，要弘扬啊，你为什么要禁止它？这个错了啊，我说了很多遍了啊，然后这个好像最近他们出的书后面没有这几个字，不可以啊。经论善书，只要是劝善的，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这一些典籍啊，我们要利益社会众生，你怎么能够啊阻碍众生去反应，阻碍众生去流传？这个心非常不善，不可以这样做法。啊，延培法师跟我是老朋友。啊，我在台湾讲经说法，他移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30多年。啊，我们不常见面。啊，他的一些书籍，他写的书写的不少。啊，在台湾流通啊，都是版权所有，翻译比丘。啊，有一次他到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参观，看我们流通的书，这个量很大，啊，都是免费呀，赠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。啊，我们连运费都不收的。啊，都是我们自己来负担的。啊，他看到很感动，哎，他说看了很多，他说怎么我的书你们这里都没有啊？我就跟他讲啊，老法师啊，你后头有版权所有，翻印比旧啊，我们怎么感应呢？他叹了一口气，啊，他说我还有几种还没有交给书店印，我拿来给你，我说我欢迎，啊，只要你没有版权，我替你流通，啊，大概只有一两种，很少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在佛法讲令罚，贪心没断呢，啊，版权。你能够收几个钱呢？啊，那版权费呀，你能收几个钱？你要是大量流通，啊，没有版权，你的回报超过你那个版权费，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十方众生呢，欢欢喜喜来供养啊。这些老法师智慧福报都超过我很多很多，我没办法跟他们相比啊！啊，但是我这44年啊，讲经讲了44年，没完全。欢迎翻译，欢迎流通，啊，这个录音带、录像带，欢迎拷贝，绝对没有限制，所以流通量就太大太大了，啊，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，啊，但是智慧福报啊。年年增长，跟诸位说，月月增长。
现在呢，我看看过去这些大福报的人呢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仔细观察一下，他不如我了。我跟因头赶上了，我并没有赶上这个心，没有赶上这个念头，自自然然的成就的嘛。所以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呐。人天的福报。印光大师传法的四句偈里面，前面两句顿轮尽分贤邪存成人天福报啊，顿轮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，顿是和睦的意思，真诚心啊，真诚的爱心跟大家和睦相处啊，人就是人类嘛，跟所有一切人我用真诚恭敬啊跟大家和睦相处啊，互相尊重，这个互相尊重你一定要懂得，我先尊重人啊，不是说互相尊重，你没有尊重我，我尊重你干什么，那你永远是对立的啊，永远做不到互相尊重。互相尊重啊，自己要谦虚，要卑下，要把别人抬起来，这个叫互相尊重啊。你看看孔老夫子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，对于贫穷下贱，贫穷没有财富啊，下贱没有地位啊，释迦牟尼佛其实遇到乞丐都那样真诚的恭敬，这是做给我们看的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佛心平等啊，佛见到国王大臣彬彬有礼啊，见到贫穷下贱一样的也真诚礼貌啊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才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你的福慧是从这个地方修来的，功高我慢啊，瞧不起别人，你得到的果报啊，别人瞧不起你古人常讲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啊，你爱别人，你照顾别人，别人自然照顾你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所以顿轮就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啊。古人说的非常有道理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而实在的话呢，人和自然天时地利就顺了啊，人要不和啊，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啊，宇宙就不和了啊，就会有天灾人祸啊。所以最重要的啊，真正的学问没有别的，就是人和啊。中国古时候历代的帝王啊，用什么方法来治国平天下呢？给诸位
就是用个和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到北京故宫去看看。啊，你看皇帝办公的、开会的那个场所，那个大殿，啊，它叫什么的殿呢？太和殿。太和殿后面的一个殿叫中和殿，最后面一个殿叫保和殿。你们想想看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和为贵呀！啊，家和万事兴呐！啊，你这个道场，居住在道场的人都能够和睦相处。这道场兴旺啊！啊，为什么会不和呢？我比你高，你不如我，就不和了。啊，这种心态是错误的，是无知啊，愚痴啊。啊，越是有学问，意气平和，啊，中国古人讲嘛，学问深时，意气平呐。啊，一个真正有学问、有道德的，他心意平和，无论对什么人，啊，就是你当面侮辱他，啊，回谤他。他对你还是很平和，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他的修养，看到他的德行，看到他的学问智慧。啊，见到人共告我慢，这人没学问的，没有修养啊。那在这个经里面讲呢，他是染污众生的，他不是清净众生的。啊，修人天的福报就是五戒十善。啊，佛把这些纲领教导我们了。啊，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啊，我们这个第三句就是讲头一条啊，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他得的果报，人天大福。就能转无著卧室，变成了染净界了。啊，这个食虽然不善，啊，但是这里头有人修善呐。啊，我们想化解眼前的灾难、劫难，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觉悟的人多了，学佛的人多了，修善的人多了，啊，坐卧之极，这个时代，哎，里头还有人觉悟，还有人认真的行善。这个世间还有一线光明，决定不是世界末日。啊，我在前几天这个到香港来的前两天，我访问
昆士兰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啊，大主教，我给他的谈话啊，我说的很多，主教听了之后很欢喜啊，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你最好把你的这些讲话了写出来，翻成英语啊，他会转送给他所属的教会。我听了很感动啊！啊，好在我们谈话有录像啊，回来之后，悟平法师从录像带里面把它写出来了啊，也翻成英语，好像送给他了啊。那么中文的部分，我看到好像是我们这边墙壁上已经贴出来了，大好，我在十楼看到的好像啊。我说到了宗教教育重要啊，啊，断恶修善了，全世界的宗教徒都应该和睦相处，都应当平等对待啊，自己要谦虚，要卑下，要尊重别人啊，越是苦难的人，越是贫贱的人，越要尊重他啊。为什么？那对他是很大的安慰啊，啊，他在别的地方人家瞧不起他了，他到我这个地方我尊重他了，我敬爱他啊，我对他有不施供养啊，修养自己的品德啊，修养自己的福慧，转这个接纳为祥和，要从我们自己诚心诚意去做。现在时间到了。